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有的请举手。跟委员报告，我们等一下，在后面的各位董事长、总经理，有知道这件事情的请举手，不知道的请举手。这什么状况啊，主席？有也没有举手，没有也不举手，那是什么意思呢？是上台当布景吗？这是什么状况？再给你一次机会，知道的请举手，不知道的请举手。厉害了，现在我们的国会等同虚设啊，他们什么都不知道，也拒绝按照宪法的义务履行，是不是全部换掉啊？立法委问的问题，各位官员必须得回答啊，必须得回答，这是立法院，不是跟你开玩笑，如果再不回答。财政部部长，另外台湾金控董事长、总经理台银董事长、总经理，然后土银的董事长、总经理，兆丰金控董事长、总经理，兆丰银那个台湾银行的总经理啊，因为身体不太舒服。啊，没关系，今天有出席的。来了以后，我准还有第一金控的董事长、总经理，第一银行的总经理，华南金控董事长、总经理，华南银行总经理，合作金库董事长、总经理，合作合银的这个董事长、总经理，张银董事长、总经理，中小企业总经理。好，各位，不好意思啊，只有第一题要请教大家而已，好，所以第一题完之后，大家就可以入座哈。第一个我要请问哈，这个我们看到有用这个大内宣的这个情形了，我要请问一下，大家有收到这个张银的这封函的请举手，知道这件事情的请举手。没有人，好，那张银董事长，你这封函是不是张银发的？张银有没有发给这个各个公股银行，就是要求他们要这个一起来共襄盛举，然后要这个要有这个脱钵的这个费用，然后这个各家银行出资1000万，然后金控是2000万，有这样讯息的请举手。没有，没有这样讯息的请举手。好，那个是哪一位举手？没有这样讯息的，是不是后面的？哪一位？哪个银行？请说一下好吗？啊？第一金控没有这样的情形，然后其他的不举手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有也不举手，没有也不举手。你知道，在我在这个学校任教 EMBA 呢，就是如果回答问问题不回答的话，就是有公积金出来。你们这个有也不是，没有也不是，这个态度是什么意思？来，请回答一下那个张莹。你有没有要求？不是，我跟委员报告一下哈。其实这个，就是所有的这些所谓对我们一些公股的一些绩效的一些呈现，我们平常其实也会拍摄一些广告啊、短片。金额是不是像你所要求？这是你的意思说，这个不是第一次，你每一年都会要求各个公股银行，然后要来做这个拍摄的广告，每一年都有噻。我报告一下这个整个是不是每一年都有嘛？你报告要针对我的问题嘛？我现在请教你的是今年的这个事情。我们也没有只有问你今年啊，你每一年都有吗？我每一年都会有拍摄一些形象的广告。好，你每一年都会邀请八大行库他要脱钵？不会，不会，只有今年邀请八大行库脱钵。那不是脱钵，今年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整个执行。我请问你，针对我的问题回答，你有没有要求这个八大行库脱钵？没有，有还是没有？没有。好，没有。那你现在要求八大行库的是什么？我没有要求啊。你没有要求，所以八大行库他自己脱钵是他自己自愿的，还是财政部部长你有这个施压公股银行要做广告的广告？没有，没有，完全没有。那所以这个函呢，张莹，你有没有收到这个函？
我们没有发过函。你有没有给这个函或收到类似这样子，怎么样子有效宣传提升宫古航空企业形象？这个函张营有没有发，或者你们现在上台的各个宫古银行金控，你们有没有收到这样的函，或者是你们有没有做类似这样的一个事情？有的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有的请举手跟委员报告。我们等一下，在后面的各位董事长、总经理，有知道这件事情的请举手，不知道的请举手。这什么状况啊，主席？我先暂停一下，这个他们可以这个不回答吗？有也对，时间暂停，有也没有举手，没有也不举手，那是什么意思呢？是上台当布景吗？还是是什么意思呢？你们不是宪法有备询的义务吗？这个部长，这个总是李委员问的，有举手，没有举手，对啊，两个都没有，还是你们规定他们通通都不可以回答？没有规定，没有规定。不是，你有收到这个函件，或者是你知道这件事情的举手啊，然后不知道的也不举手，知道的也不举手，这是什么状况？部长，这个他不听这个委员的，我们代表民意，今天已经不管用了啊！所以部长，请你指示一下，他们按照他们所知道的事实回答，可以吗？我想委员这不是，我只要你指示他们，按照他们所知道。不需要我的指示，因为对于委员不是委员问的问题，我们都从来都是如实回答。好，如实回答。但你的八大公股行库的这个他们不回答呀。刚刚只有一个那个第一银行的请回啊，因为你已经回答了第一银行的请回，刚才第一银行的请回就是说。你知道，你就你所知没有这样的情形，请回其他的这个八大行库的这个董事长、总经理，再给你一次机会。你知道这样的事情的，请举手。好，现在询答开始。请举手，知道的请举手，不知道的请举手。好，暂停，休息五分钟。厉害了。现在我们的国会等同虚设啊，厉害了。还是部长，你既然找了这些董事长、总经理，他们什么都不知道，也拒绝按照宪法的义务履行，是不是全部换掉啊？我想财政部也不是说全部换掉就可以换掉，跟委员报告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需要养这么多人。是，你要开始还是？没有关，你可以停五分钟，我没问题。我只是提醒他们，宪法他有备询的义务。休息五分钟，我要离开主席台了。好，好，休息五分钟。立法委员代表人民行使对行政单位的监督。立法委员问的问题，各位官员必须得回答啊，必须得回答。至于你要怎么回答，那要负法律责任。这是立法院，不是跟你开玩笑。如果再不回答，我们今天就就停止，我再排时间，你必须得回答，好吗？好，现在开始。好，谢谢主席。来，我们再来一次啊。那个是 OK， 好，现在开始。好，我们再来一次。这个各位董事长、总经理知道这一件事情，也就是说，如何有效宣传宫古航库企业形象？这个张营发起的，请举手。都知道，都知道有这件事情，所以也配合办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配合办理的举手？不配合办理的举手，全部都配合办理。好，所以刚才财政部讲说，并没有施压公股银行要拍嘛，对不对？财政部刚才是讲没有施压，没有施压。那这个总预算额度的部分呢，在八大行库呢配合之下呢，这个总预算的额度是多少？
这个是不是的确就是银行的部分是每一家一千万，然后金控是两千万，金控的部分拜托确认一下是两千万左右的举手，然后不知道金额的举手。好，那你们不知道金额，你们是授权什么部门去办理？来，我们拜托那个兆丰金控董事长来先来讲一下，代表讲一下。好，谢谢。对，谢谢李委员哈。事情确实是知道，嗯、没有，你只要回答我的问题就好了。对，那当然多少金额我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，然后你就授权下面的，授权他们要去做，任何的人就说要配合。那你是配合张营，就张营发起之后。不是配合张营，他也没有跟我说张营啊、嗯，但是就是有这样的事情要做宣传，嗯、因为我们做清安贷款是。那我现在要请问哈，因为你们的拖延的关系，把我的时间用掉了哈。那我要请问一下。你可以在今天的会后把你们派合办理的金额出来给本席吗？我的了解是还没有，但是对我说要做这件事情，对，但是没有金额的部分，你刚刚确认好像连花苞都没有。没有，我现在没有跟你讲发包，你这是脱播啊，广告脱播啊，对，广告脱播，不要闪，不要闪，这个是坏习惯，好不好？你刚刚已经闪了，好，我现在讲说不要闪。你今天在会后告诉我你内部的查证，没关系，今天不要今天也可以，我们就说礼拜三下班前可以吗？礼拜三下班前，我会继续把对查了之后，把你们各个银行你们要办理配合哦广告脱播的金额。好，各个银行麻烦回复给我，好不好？我只救我的兆丰了，好不好？哎，你只救兆丰，我说各个银行可以哈，部长可以吗？啊，是的。那如果他们还不知道的话，我建议就是换嘛。啊，这个董事长、总经理就换掉就是了。好，第二个问题，各位请回，谢谢。好，感恩不尽，总算在主席裁示之后，有把人民放在眼里啊，没有拒绝行使、拒绝履行你宪法上面备询的义务，感激不尽。好。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。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是国家认证 AB 克菲尔益生菌，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，能产生伽马、色氨酸等助眠因子，难怪吃了更快入睡，夜睡得更好。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克菲尔乳杆菌 M1 的产品，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技转，对季节敏感、调整体质的朋友真的是一大福音。还有这支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羽衣甘蓝萃取物，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，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、贝塔胡萝卜素、维生素 K、 维生素 C、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。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专利制成，无塑化剂，无重金属，无人工添加物，无410项农药，无香料调味剂，无防腐剂，无色素，七大保证，七大认证，觉得好安心。每日克菲尔，时刻美好 ，Good feel good， 快点购下单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。